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今天呢，我们要跟高级班的同学一起上课，应该是说我要跟你们一起上课，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在上高级班的课，我们录音之前一定会备课，对，我们会讨论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试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今天呢，我什么都没背。有了，他还是看了一遍。对，我有先看过一遍。对。那方老师呢，今天就会像跟你跟我一起上课一样的方式，那我们就一一来看今天的宋词声声慢。所以我很建议有高级班的同学们，你们如果现在可以暂停影片，要不就把课文印出来，不然就是点那个 dialogue tab。我们一起边看今天的声声慢，一起学古典文学。特别是因为每次准备功课的时候，就觉得 Fiona 问的问题都很有意思，而且很到点，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讨论一定也会对同学们有一个思考上面的激荡和帮助。所以今天是 live reaction。对，当我皱眉头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不懂了。好，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方老师替我们念一遍今天的宋词声声慢。那各位同学们，你们就跟我一起看看今天的课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这就是今天的宋词声声慢。这首宋词呢，我想要特别提的是它是一个女词人写的。中国古时候读书的女孩子不多，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词人。那今天好像特别的地方就是女词人。为什么是叫宋词？因为词跟诗有一点很不一样，词是已经有曲子，然后呢我们把字填进去。所以这个原本是有歌的吗？对，原本是应该要唱的。它本来比方说声声慢其实是这个曲子的名字，而不是这首诗的主题。对，那只是刚好他就用这个曲子把词填进去。好，那我们在讨论今天的声声慢之前呢，我想可以先给我们一点背景吗？好，这首词是女词人她在晚年，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写。那个时候她的国家算是亡了，就是没有国家了，然后她最爱的丈夫也死了。那她一个人，她本来是很有钱的那种，父亲是做官的，就是背景环境很好的人。那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只剩下她一个人住在那儿。那有的时候想起以前的国家，想起自己的丈夫，觉得心情不好，这就是 这首诗的一个背景。难怪今天其实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有一个地方懂。伤心。对，很伤心。看完今天虽然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就觉得What happened to you? 有那种感觉。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一开始就告诉你凄凄惨惨戚戚。对，所以这首词的一开始就是他最有名的句子。所以大家同学们其实只要记得第一句就很有学问了。因为他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对，这个寻觅没有问题，它就是把所有的词都变成了叠字。对，是。那Constance，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看这个宋词跟我们上个礼拜上个月上唐诗感觉最大的不一样是，我觉得好像今天好像很多词汇我们都可以马上
用在我们可能平时口语或是比较高级的口语或是比较高级的书写上面，嗯，都好像可以直接拿来用。对，那上个礼拜唐诗好像对我们可能对一些词汇的了解比较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学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好像很多我马上就可以用的。对，因为其实语言就是这样，它越接近我们现在、嗯、那如果再读到原曲就会觉得那里面的词汇现在更常看到、嗯、再加上其实这首词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重点是怎么用这些很平凡的词、嗯、把它变成一种很有感觉的东西。对，所以其实就是要你一看就知道它很伤心。嗯，好，嗯，那我们就赶紧从今天这首《声声慢》的一开始来讨论好了。嗯，就像一开始说的，最前面就是他最重要的句子，所以他描述了那个感觉，寻寻觅觅，他在找什么呢？当然是在找以前的回忆，那些美好的生活、嗯、因为他还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嗯、可能不是很大，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头、嗯、那很冷清，这个冷清不是天气真的那么冷，当然也是天气冷、嗯、但冷清的意思是不热闹，没有别的人。 嗯， 嗯，所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嗯，那最后这两个戚戚是什么意思？因为凄惨、嗯、我们大家可能可能高级班的同学跟我一样有看过，凄惨就是很可怜的意思嘛。对，那最后这个戚戚，这个现在我们如果听到人说戚戚焉，意思是说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那所以最后这两个戚戚就是一种感受很深的样子、嗯、所以这个凄惨的感受啊，在他的心里不断的跟外面的环境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嗯、因为在写这首词他的天气也是一个比较秋天比较难过的一种气氛、嗯、那寻寻觅觅，我觉得平常好像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也会看到，是不是都跟感情啊，好像在寻找一种感觉的时候常会看到、嗯、我们如果把动词如果重叠的话就是加强的意思。嗯哼，对嗯哼，所以它加强了寻觅冷清凄惨，形容词跟动词如果重复讲都有加强的意思。 嗯， 嗯哼，好，那第二句呢，乍暖还寒时候。对，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乍是突然，嗯，所以突然温暖又回到寒冷，寒就是寒冷、嗯、冷的感觉，所以忽冷忽热，简单的说就是春天跟秋天那种天气、嗯、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嗯、最难将息、嗯、这个将息就是休养调整身体、嗯、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天气如果不好忽然冷忽然热、嗯、你就会没办法好好休息，对，就是睡不好啊、嗯、或者是突然感冒啦，所以他说最难将息。那没办法好好休息的时候呢，就只能喝酒三杯三杯两盏淡酒。嗯，这个女词人自己喝当然不喝，不是喝那么烈的酒，一方面她那个时候家庭环境已经不好，所以也没有好酒、嗯、淡酒就是掺了水的酒、嗯、所以三杯两盏就是喝那么一点点，杯是小的杯子、哦、盏也是小杯子，所以喝这样两三杯的酒、嗯、哦，我第一个看到的感觉好像他喝很多酒，三杯 两盏，但是其实好像感觉就哦，我喝个两三杯的感觉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说他喝很多，他少量多餐嘛，就是他每次喝这样一小杯，但是因为觉得冷，所以其实我们都说酒可以酌一下，对、嗯，酒可以让你的身子暖和。他、嗯、一个人，你看一个女孩子、嗯、年纪。也不能说女孩子了，一个女人年纪大没有丈夫、嗯、然后家人都已经 死光了，然后战争把她的所有的一切 都拿走了、嗯、所以她一个人只剩下一些酒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温暖一点、嗯、然后所以她才会说怎敌他晚来风急、嗯、所以今天她在敌是风吗？还是其实在讲这个环境，他的情境，他的情况都有、嗯、所以我说 Fiona 很会问问题。这个风其实 有那种真正的秋天那种风吹了很会不舒服的、嗯、也包括那个环境带给他的苦难，带给他的这些辛苦的事情、嗯嗯、所以这个怎敌他怎么敌就是敌挡敌人的敌、嗯、所以怎么能够跟这个晚上对抗，对对对，怎么跟他对抗、嗯、我喝那么一点点酒没有办法真的温暖、嗯、哼，晚来风急，我好喜欢这四个字哦。对啊，因为很美啊、嗯、这个晚来讲的是时间，时间晚了、嗯、风就大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秋天的气候、嗯、同学们大概也都了解、嗯、秋天的气候就是这样一下冷一下热，然后到了
黄昏的时候，嗯，温度会突然下降啊，风会变大，他，嗯，就是在形容那一个时间他的感受，嗯哼，所以那个时候你心里那么孤单跟冷清，喝再多酒也没有用，又在吹，对，然后更难过，门又关不起来，对。那我想问一下，接着我们看到一个宴，嗯，过夜，宴，嗯，在中国的文化或是古典的诗词里面有个特别的地位吗？有这种大燕子，不是那个啾啾啾啾小燕子，那个大的燕子，他，嗯，们季节到了是不是都会飞往南边，对，嗯，就是他们到了冬天会往南边飞，嗯，然后春天他会再回来，嗯，所以你看哦，燕子飞过去意思是说天气冷了，他们往南飞走，他们要去避寒了，好像又一年又过去了，对，然后呢，嗯，我还在这里，所以燕子可以去避寒，但是我的伤心我的冷清没有办法逃避，嗯，所以他必须留在这边。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那他说这些燕子是他的旧时相识啊，嗯，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看到这些燕子，我以前也看它，每年都看它，但是我的日子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嗯，那他说完燕子，好像就开始形容他周遭的一个环境了。嗯。他不是说 满地黄花堆积，嗯，这首词从前面一步一步看过来，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它是在秋天，嗯，因为然后地上的花都落下来，黄花堆积在地上，嗯，所以地上落满了黄花，没有这些花没有人摘它，嗯，它就都落到地上，这形容的是说在那个花开得很好的时候它没有心情 去欣赏，然后呢你看时间到了花都 掉到地上了，嗯，所以他说那个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花落到地上就好像一个，嗯，女孩子她的青春她美好的时光过去了，嗯，然后 就消失了，嗯，常常好像在不管是古典文学，嗯，常常在中文里面你会听到女人跟花做个比喻嘛，嗯，对对对，而且特别喜欢讲的就是，嗯，青春过去了是昨日的黄花了，但在这边特别有这种难过的感觉，嗯，他说所以如今有谁堪摘，堪的意思是愿意吗？愿意能够，嗯哼，对，谁还能去摘它，它都掉下来了，嗯哼，对，所以如今是现在嘛，嗯，现在还有谁能去摘它呢？不行的，已经掉了，对，都掉光了啊，那他最后就说，嗯，他守着窗儿，嗯，守着窗儿，这个守就是坐在窗边，守就有点像你看着这个东西，嗯哼，你怕他跑了一样，嗯，所以其实真的你感觉到这个人好无聊，然后好心情好差，嗯，就坐在他的屋子，他说守着窗儿，嗯，就看着窗户，因为你看着窗外你就会看到那个时间改变，天气天越来越黑，你看原来燕子也飞过去了，对，原来黄昏嘛，风来了，然后花满地，燕子飞了，他就这样一直看着窗外的情形，嗯哼，对，那他接着又说独自怎生的黑，嗯，这个句子应该是最难懂的，嗯，对不对，到底是谁黑呢？其实怎生是怎么能这个怎生的黑，那个黑是指天黑，嗯哼，所以他的意思是我坐在窗前一个人，嗯哼，怎么能忍受得了这黑暗，这个天黑了，黑的夜色来临，嗯，所以那个黑又带来一种没有希望的感觉，嗯，这是为什么这首词这么有名，因为他不管在颜色，在他的韵律声音上，好像发生的时间慢慢都是要感觉要结束了，好像都没有希望，对，没有希望，而且它每一个字都有意义，嗯哼，那燕子也飞过去了，花也黄了，天要黑了，竟然又下雨了，他说梧桐更兼细雨，
梧桐是树嘛？对，一种树，一种叶子很大的树，它常常出现在中国的诗词里面，因为它的那个叶片，雨水打到叶片上的声音特别大声，所以哒哒哒哒，你会特别有一种时间在过去，对，然后听见雨的那种感觉。那说到听见雨，他最后也说到黄昏，点点滴滴。嗯，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倒装的句子，因为他要配合他的那个韵。你发现这首词更难的是，他的韵全部都是一个很在古代的汉语里面，它都是很短促的声音，所以点点滴滴。在古汉语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他这首词的每个字最后一个字都是那个短促音，那所以其实这里应该是梧桐更兼细雨，点点滴滴到黄昏，意思是雨就这样一直下，然后打到梧桐树上，对，一直到黄昏，也就黄昏就是天真的要黑掉的时候。那其实点点滴滴我觉得现在也都可以在现代的汉语里面你也可以用来形容时间，点点滴滴，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现在可以用到的例子。大部分会让人感觉是说因为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对，所以其实还是会听到这样的用法。对，没有错，因为古时候有那个用水来计算时间的那种东西，然后加上时间我们常常觉得它好像水这样流掉不会再回来，对，所以它这边梧桐兼细雨，要记得这个兼就是两者都有的意思，对，所以雨打在梧桐上。好，那其实到了最后一句呢，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前面感觉好像很有感觉，你知道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很有情感，结果怎么到最后面好像有一点太夸张了点，太白话了。对，太白话了，好像有一点破了那个美感。为什么？因为他直接说愁吗？对，就赞一个愁字了得。为什么感觉好像刚开始就看，感觉好像想象他坐在窗前，他想看着外面的燕子啊花啊，然后到最后就这样，感觉对，有一种突然到一个高点。其实这首词非常好，就是它前面慢慢慢慢慢慢把你的情绪越叠越高，越叠越高，最后他就说这次第，次第就是时刻时间，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只说愁怎么能够形容得了这种难过，根本就不够，对，愁已经不够了，甚至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形容，因为它不是凄，不是痛苦，不是悲哀，不是什么，就是一种因为他的生活还是平静的，但是他所有他重视的东西都不在了，然后天气又是刚好在一个让人难过的秋天，所以大家都说愁这个字很美啊，因为是 心，然后上面是秋天的秋，秋天的心就是有忧愁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才会说，说到最后他告诉你了这个时刻的情况，怎么是一个愁字能够说完，就是能说完的，所以像你讲的没错，突然到了一个很高点，突然那种感觉。对啊，那 Constance 我想问一下，其实今天这首诗除了字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几句话是特别常会被引用的。其实最有名就是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个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人拿来写，不一定是认真，有的时候是讽刺的，就是故意表达一种很惨找不到东西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在形容感情上面吗？还是工作上面？还是其实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甚至有人去换那个字，快快乐乐，高高兴兴，蹦蹦跳跳，打打之类，就是有人会去换一些字自己在创造。但是这个是很少见，即使在中国这么长的一个文学历史里面，这个句子的写法都是很少见的，他把这个曲的节奏发挥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那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常引用的、okay.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你们下次呢要打 Facebook 或是任何社群社群平台的状态 的时候就可以打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然后下面也许就会有人打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对，有的人会形容，比方说啊，他真的觉得心情很不好，写了半天，最后想要结束他的文章，可能就加上这一句话。嗯，最后一句嘛。对，最后一句。嗯、那也有的人会喜欢用那个乍暖还寒时候。嗯，那个乍暖还寒，其实在每一个到现在也一样，只要是季节变换的时候，特别是秋。春秋两个季节你都会说、嗯、啊，真的是乍暖还寒时候，穿什么衣服都不对，都不舒服，都不舒服。对，嗯，好，那其实到这里呢，我可不可以再请 Constance 你再替我们再念一遍今天的声声慢。那我们就再读一次这首很有节奏感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那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呢，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声声慢、嗯、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多学一些词曲诗。也许你可能觉得哦，对我的口语有什么帮助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对高级的口语特别有帮助、嗯、多看一些诗，多看一些曲跟词哦，我跟你说，突然有一天你在说话的时候，嗯，会就会突然就会蹦出一句非常美的点点滴滴，到黄昏，或是我们明天就来三杯两盏淡酒，对，我们就喝三杯两盏淡酒、嗯、这个其实有助于你拓展你的词汇。说实在的、嗯、一些比较高级的词汇在什么情境下，像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么多这个词，它的情它的背景，什么情况下写的，那你就会知道、嗯、啊，这些句子在什么样的心情里面会被拿出来用、嗯、那更好的是说呢，这些这个声声慢这首词还真的有现代人把它编成了一首华语流行歌曲、哦、我们会分享，我们会在那个 comments page 里面分享给你们。对，他也真的用了一些里面的词里面的 句子。那我们是不知道宋朝的时候这一首声声慢的词牌的曲究竟是怎么样的，你们的功课，你们帮我们写一首曲，我们唱给你们听。对，我们找不到古的古词牌他们的那个旋律、嗯、但是有很多人会喜欢拿这些古诗词改编，像大家很熟悉的邓丽君、嗯、其实就唱过不少宋词的曲子。好，那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也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嗯、我们就下次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756.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756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756.